那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可以在帮助别人付出的同时看到其实自己真的很幸福。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个活动，让那些饥饿的小朋友可以有好的照顾，走出去，然后跟那个很多民众去推广这样的理念。只要行动就会改变世界，省下一点点小小的饭钱，然后捐出来，一包点滴就可以 救一条人。高兴这次可以来参加饥饿三十的活动，我们希望用热情来感染大家。耶！那些地方哦，那个粥里面还没有这么多东西，对，比较爱惜食物，对。活动呢，其实可以让明道所有的学生们来，让他大大的来帮助这个世界，积少成多。这个活动对这个世界了解更多，然后也更愿意去付出，我觉得这是最棒的地方。有这样子的一个机构，世界展望会每年在举办饥饿三十，让我们除了捐钱之外，可以更身体力行的去付出我们目前已经拥有的。
尤其在像在非洲或中南美洲，很多小朋友，你知道我们捐一点点钱哦，其实他们就可以改善他们的营养状况。那你的100块，其实也许就是另外一个国度救了2-3个小朋友。噩梦不在，就要现在。希望所有的朋友可以一起拿出一点点自己可以尽的力量，拿出你的爱心帮助他们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有爱心，多多有活力，这样来参与。让我们站在世界最需要的地方，让饥饿远离，让人看见希望。